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秋风。昨天那期视频啊，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呢，跟我说是完完全全山寨的《超级肉食男孩》的这样一个游戏啊。结果《超级肉食男孩》我没有玩过，却玩了它的山寨版。以后呢，我就注意一点啊，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不过视频下面有个评论啊，非常有意思。你们知道有个评论怎么说的吗？他说啊，我觉得你非常的做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我是为了节目效果，手残是装出来的。你们能信啊？居然有人说我手残是装出来的。那么我今天就要告诉你，在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比我更手残的人，好吗？咱们今天来玩的这款游戏啊，叫做小三角啊。小三角是一款冒险向的敏捷类的游戏，又是个非常自虐的这样的游戏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啊，这个录视频跟以往不同，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啊全程不剪辑啊，我看看我到底能死多少次。刚刚好像显示十关吧，给自己定个目标，玩一半。玩一半，我觉得前一半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，是不是？全程不剪的话，哎，看时间吧，看时间吧啊！你万一我说了一个，咱们要不玩一半啊？结果五关打了两个小时，那也不现实，是不是？好，咱们接着走。哦，下面有这个东西可以收集啊。第一关教程关，这种关卡那就是送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送的。来，捡一个存档点。OK， come on， 一个连跳跳过来，再一个连跳啊。二连跳，有二连跳的游戏就让人很恶心，真的。当这个人物可以二连跳的时候，肯定就有很多后期吧，前期可能还好一点，后期肯定会有很多非常苛刻的，是吧？非常苛刻的，非常难踩的这种东西，难踩或者是缝隙非常小，要用这个小二连跳才能达到的这种东西。嗯，让我想到了 I Wonder 啊，这里游玩这类游戏的时候啊，就是你没有办法不去想到 I Wonder 这个游戏，对吧？好， Missing Ring Complete， 怎么让我想起了合金弹头呢？ OK， Let's go， 看看下一关啊。现在是，这才是第一关，刚刚只是第零关啊。果然刚刚只是个小小的教程。哎哎，踩死你啊，是吧？刚刚只是一个小小的教程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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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突突突不进啊，小心一点啊。这个，哎，这里是隐藏。哦，是隐藏地点，这属于官方送的隐藏地点啊，因为就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，好吗？像找隐藏这种东西啊，我们随缘吧，啊，随缘吧，我不特意去找它。像我这种残疾人，是不是啊？能通关就不错了。你是干啥的呀？哇、哦，他刚刚好像屁眼不是那个头的后面冒火了，我觉得可能是自爆啊，自爆差不多，我觉得应该是自爆。好，接着走啊。OK， 开冲。智障啊，脑子啊，不是自爆，是放炮啊，放炮。我为什么会直接走下去呢？脑子可能窜了点烟啊。好，走过来，上来，嘿嘿，哎哎，这是隐藏，这是隐藏，去死吧，救人。好，这关一共五个隐藏点啊，五个隐藏点，一个救人，我们已经人都救完了啊，然后下面就是找隐藏了。嗯哼，哎，这对面一看就有，你看看。你看看，嚯，这还有一个，好，五个找齐了。这单纯绝对是因为没跳上去才找到的隐藏点，是啊，这他妈绝对是因为没跳上去才找到隐藏点。哎，手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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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玩这类游戏的时候啊，你主要就是不要太慌，知道吗？哎，一定要稳住，哎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气定神闲啊。气定神闲，嗯，好的啊，接着来啊，第二关啊，嘿，嘿，哦，这里是，哦，下面怎么下去？有东西啊，肯定是从前面走，从前面走，然后往回肯定有隐藏，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不然下面的金币我们捡不到啊，上面是没有路的。哇，这个家伙居然想射我，呵呵，有那么容易吗？我是那么强，我操，差一点啊，嘿呀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我有那么容易死吗？是不是？这里肯定能往回。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金币，我的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什么危险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就这样，哎，跟他一溜，哎，你打死我吧。哎，算了算了啊，我们少死几次。其实刚刚其实可以直接死过去的，因为我记得我在前面先踩了一个存档点，然后再过来的。
那么我一定要活着过去，否则的话我跑这一圈路不全白跑了吗？是不是？我一定要活着回去啊，回到我的祖国，回到我的家乡。回踩草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是吧？淡定一点啊。嘿嘿嘿，哎，这又隐藏，哎，差点就漏过去了，差点就漏过去了。上来，好劲！什么叫智障啊？什么叫智障？我他妈都过去了，我都过去了啊！回来自了个杀啊，自了个杀，不知道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。啊，完全无法感知到我当时内心的想法啊！好嘞，再下来啊！嚯，不对，都走到这儿了，肯定还有隐藏。我觉得肯定这附近还有隐藏，但是我被我漏掉了。哎，这样就快走！这么快？哎，我第一把从这冲过去就是这样啊！我冲过去的时候。哦，我冲过去的时候就是，只是我没注意而已啊，只是我没注意而已啊，踩上来啊，然后像你这种渣渣就隐藏吧，漂亮，果然有，救了两个人啊，五个隐藏找了三个，我觉得这墙上还是隐藏，哎，你看看，什么叫实力啊？什么叫实力？蒙得准那也是一种实力。好，小三角捡齐，哎。小三角这个数字显示有点怪啊，为什么55分之46块加40啊？它是分为，嗯，没想，哎操！哎，你存你这么远呢？啊，这么远呢？我走过来呀，我跳过去，你这小枪是射不到我了，是吧？只要我不想，你怎么可能射得到我？我漏了一个钻石，没关系。嗯，还行，前两关啊，加上教程，不算教程关吧，就是前两关玩起来还行啊，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丧心病狂的地方啊。一个游戏如果不丧心病狂的话，你们就不用想着接什么表情包了，知道吗？嘿，但是这个游戏绝对没有，那没有我操，我操，哎操！我想说什么？这个游戏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啊！这个游戏绝对没有那么简单，死去呀！这儿居然不是，那这儿应该是吧？哎，我操，这隐藏怎么下去啊？这隐藏有点儿，哎，嗨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其实就在最开始的地方啊，就在最初的地方，结果我跑太远了，嚯嚯，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当当啷啊 ，Game of Love 啊，上面写着一个关于爱的游戏。神他妈这个关于爱的游戏，这游戏虐死人的好吧？嘿，嘿，好，我要上去啊，然后救到这个人，嘿头，就是现在，嘿，我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说，嘿，好的。才死了三次嘛，很正常。不要了，才死了四次嘛，很正常啊。这个隐藏啊，就是增加我死亡次数的罪魁祸首，是不是？我不找他，我不救人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一切都安详了。不行，我感觉自己给自己立了个 flag 呢。刚刚还说，是吧？如果不虐就怎么样，然后就开始这样啦。好、啊，这可以直接走过来吧。哎呦，这是隐藏，你看着啊，多么明，哼，多么痛的领悟。我本来可以过去。我操，唱歌把自己雷死了。来，稳住。嘿，操！哎，这里可以直接过来嘛。你看我现在多淡定，是不是？你看我现在多淡定，我都无所谓了，我无所谓，是吧？无所谓，这地方可以直接过来。
害呀，这种地方我是怎么能死在这儿呢？多简单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多简单的地方，你看一踩啊，往这边一走，我操！这坑，这就简单了，这就简单了，简单了。等他往回走，然后跳过来，再一跳啊，上身一个反墙跳，捡到东西，存档点一拿，然后两个钻石一拿啊。好，咱们准备走，喂，走，嗨，漂亮，这是啥？哇操，吓我一跳，这里有个隐藏啊，明显这里有个隐藏，爱谁谁。我都看到隐藏了，我都看到隐藏那个洞了，我没进去，我操。好，嗯，第四关啊，第四关，这里应该是慢慢走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慢慢走就可以了吗？非要让自己那么方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刚刚我自己都说了，玩游戏需要的是什么？是淡定，是淡，淡定啊！发型都乱了。好，再来。不想说话了，不想说话了。我们安静的玩游戏吧，做个安静的胖子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做个安静的死胖子吧。说那么话干嘛呢？嘿，我就不信我踩不到你，对不对？这个隐藏可以日逃之不进去，估计是在开始那个位置啊，已经晚了。哦，防不胜防啊！防不胜防啊！嗨，这个好捡，嗨，这个好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走过来，跳一个存档点到手。你谁呀？看起来跳的挺高啊，所以你上过去，不跟你玩还不行吗？哇哇，我直接上来了，但是漏了好多东西啊！我觉得有观众要疯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漏那么多东西啊？不行啊，臣妾手残啊，是吧？为了过关顺畅啊，总是要有些牺牲的嘛。淡定，淡定，做人那最重最。做人呢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开心，对不对？哎，虽然我手很残，但是我玩的很开心呐、啊。你信吗？我自己是不信的。嗨，嘿，嘿，嘿，嗨，这儿贼简单，贼简单个锤子，我靠！嘿嘿嘿嘿，走了，贼简单啊！我操！快走走走走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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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嘿，还能卡住吗？还能卡住呢？我先把这个拿了，然后我大概知道这里怎么走了。这样，哎，你也能跳上去啊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然后这个位置。走，我已经有套路了啊！那，你赢了，我知道怎么办，我这把真的知道怎么办。嘿，嘿，气死你呀！我就能解。我的天！不想说自己啥了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为什么要答应你们全程不剪辑？我就应该用我高超的 PS 手段，你知道吗？把那个死亡次数给 P 掉，让你们觉得我是个挺牛逼的人。让对吧，对吧 ？P 掉它，不显示死亡次数，让你们觉得我可走了，急了，急了啊，急了！
哇，这一关死了16条命，我操！这他妈还能做人啦？这他妈还能做人啦？走人！行吧，行吧，就这样吧。唉，放弃我自己了，放弃我自己了。Oh yeah, missing stars， 下面有隐藏啊！我就这么直接懒了，是吧？直接懒了过去啊！喂，直接就懒了过去，放飞自我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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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就直接看上就略过去了，这个咱们拿一下吧。啊，嗨，这多简单，直接就跳过来了，一踩啊，外星人就走，回走一走，哎，哎呦我操，差点造成了二次伤害啊，这里要拿一下。下面这有隐藏，不知道是从哪进的，哎，不能过去，现在可以了，嚯嚯嚯嚯嚯嚯嚯，哎呀哎呀。哎呦，这个点有点儿，我观察一下啊。好，一步一步来啊，一步一啪，发型又乱了。哎，一步一步来。时间不对，现在是了。嚯嚯嚯跳过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做人呐、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方，不要方，要优要优雅，不要方，这不就过来了吗？哇！天下竟有此等凶器，哇，还要踩三踩才能死，厉害了，哈哈，厉害了，这里必须是隐藏，要不然这个地方怎么进，对不对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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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靠！这两个也活过来了，我们快点走吧，不要想着击杀他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不共戴天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不共戴天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是得踩死他啊，要不然两个夹一块太难搞了。上面这个倒无所谓啊，跟他打个招呼，咱们可以走了。但是下面这个。不要吧，感觉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多难的点，死这么多次，不操你动我吗？是吧？感觉没有什么特别难的点，死这么多次真的好吗？我的人生有一点错的感觉，我直接跳过来我就死了。看录视频还是要剪一剪的，是不是？全程放死亡，多不好看啊！哎。兄弟，我就不明白我为什么我就老要在奶奶头上动来动去啊，站住了踩死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隐藏？不是啊，哎，这是隐藏，这里居然是啊，这种小刺就没有什么难的了，是不是？跟着轻轻的一走啊，走过来啊，哇，两个就吓到我了吗？是不是？两个，我先存档，我再回来拿，哎，是吧？两，好，又是这个蜘蛛啊，我下来拿啊，拜拜啊，谁跟你玩？火，血，你放，哎，谢谢，再见，第五关。
我们又过了啊。啊，下面要进入第六关 Missing Stars。 不是，这是竞速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懂了啊，我不能停，就是没有什么思考的时间，我们一直往前跑啊，停下来即是死亡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关卡。哇，那这些关卡说没有存到点的话不是哭了是吧，死一次就要重来，死一次就要重来，死一次就要重来啊。那没关系，看我给你们来个一命通关。嘿嘿，什么叫一命通关呢，就是从我说话的时候开始死一条命然后就通关啊。哎，对不对，这个一命通关意思就是这条命肯定通关啊，肯定通关啊哈。哎，对不对啊，这条命肯定通关，刚刚好像稍微耽误点时间跳起来的时候。哇，这一关坑了，这关我估计中途肯定没有那个什么，我估计中途肯定没有存档点，就是要让你一气呵成的这样一个，人家算是 boss 关的感觉了吧。哇，那真的你真的很棒棒哟，你真的很棒棒哟。哇哦，我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好，这把肯定过了啊，这把肯定过了啊。你说这不科学，不科学，这根本就不科学，我他妈一定要冲过去呀，咿呀咿呀哟，你个小渣渣，你弄不死我，我要弄死你。嘿，其实我也弄不死他啊，我他妈只能跑。这个小三角啊，我记得好像就叫什么小三角大英雄是吧，这个大英雄连个战斗能力都没有，我操，这真英雄啊是吧，真英雄啊。你靠什么杀人，难道是嘴炮吗？好，这次一定过了，这次一定过了，这次我要再不过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自宫。哎，我这话一说出来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就过定了啊，过定。大家好啊，哈哈哈啊，我是这个啊，这个啊，我又长出来了，又长出来了，上把自宫了嘛啊，啊，这把又长出来了，我刚刚没有自宫啊，啊，这个刚上把没出，上把没出啊，好来啊 ，Come on baby， 嘿下，要稳要稳啊，就是慌了啊，就是有点慌了啊，这种地方是不是前面犯低级错误？很奇怪的，很奇怪的，就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啊！估计是我这个人就天生不能立 flag 啊 ，flag 一立就完，就 flag 一定要这么立啊！我能过，我就是傻逼啊！我这把要是能过，我就是智障啊！是不是？哎，我就日了狗啊！哎，弯弯还是算吧，太恶心了，是吧？我就是智障啊！我就是蛇精病啊！我就是弱智，你看我不是弱智是吧？不是智障，不是神经病，什么都不是，哎。必须要立反 flag 啊！就我这把要是过了，我就去日了逆风啸。哎，我就不信了，你妈的，我操，我就过不去啊！不是，我就对，肯定过不去啊，肯定过不去，怎么能过得去呢？过不去的，过不去的呀，少年，过不去的，过不去。flag 立好啊 ，flag 立的稳稳的，我过不去。我如果能过得去，我就先日狗，日完狗去日逆风啸，日完逆风啸，你中国 boy， 日完中国 boy， 日社长，日完社长，我日没人可日了啊 ，boss 味儿太大，日不动啊，嘿，嘿，好哎，不是，过了啊。这咋办啊？先从逆风啸开始啊，明年去日。哎，啥事儿？怎么能过了？怎么能过了呢？好，第七关啊，第七关，咱们今天就玩到前七关吧。我觉得我需要好好冷静冷静啊。哎，这里有隐藏，硫酸居然进不去。
是吧？我好好冷静冷静，我再玩下去的话，我感觉我要不行了。你会翻转啊，我会等啊，对不对？上面就肯定会翻转了，等着吧。其实刚刚的时间我觉得跳上去可能也够啊，但是我们稳妥起见啊。嘿 fight for 什么，我去战斗个屁啊，直接弄死你啊。我哇，这是啥？哎呀，我去我去，这蒙的好，这蒙的好，这蒙的好，我都没，我刚想说我都没有看清的是啥啊，然后系统就给了我一个看清它的机会啊，我谢谢你啊，我谢谢这个游戏的系统，真是体贴入微啊。这个地方直接，哎呀，没跳过去。我觉得像我最讨厌这种精准的跳跃的位置啊。像这一关，我估计啊，我得起码搭进去20条命。嗯，我估计现在已经3条了啊，你们数着啊，20条命之内过不了。不是，这不是故意，我妈的，他故意是忘了，我们得等他到地方才能跳，对吧？啊，等到地方才能跳啊。我是，哎呀，就这种跳我老是瞄不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直玩这个游戏就犯这个错。哇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啊！岩浆中采水花，但不死亡，厉害了，真的厉害了啊！哎，过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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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。不想说话啊，我觉得我的状态已经起飞了啊，就飞走了啊。人家状态起飞是状态上来了，我状态是飞走了啊。我操！虽然是懵的啊，啊不是，我算得准，算得准。这里肯定是怎么走，是吧？算得准啊，我掐指一算啊。稳如狗，问啊，好在这儿啊，没有让我走下面那个位置，走那儿我就哭去，真的嚎啕大哭，放声痛哭。嗨，这叫啥？这叫啥？等着等着等着，上来跳一下，那么好的一局。我操，这瞄准瞄的不错呀！哎，还能死在这儿呢？嘿，哎，刚刚应该直接上去了啊！我刚说是吧？这关只要死多少次？2次是吧？现在已经12次了，我的一还没说出口呢。是吧，我11的一还没有说出口啊。嘿，这里要小心一点啊。卧槽，没过去，应该直接过去果断一跳。14次了，我开始慌了，是吧？我其实我就是随口说过24，这还真要照24整啊。刚刚的地方就应该果断一跳，这个地方果断一跳，多好的效果！这他妈也行！完了，心态炸了！我就应该视频就录到第6关，是吧？前6关表现算了，也不咋地啊！心态爆炸了，心态爆炸了！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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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！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日逆风啸更可怕的事情吗？是不是？哎，这我都不怕，我还有怕什么？我在想啥？没事，在这等一下，不要让我再死一次了，求求你们了。嘿，这个地方就一下啊，然后这就这样，直接踩过来，哎，下来，漂亮，存档到手。这个位置我看看啊，找到了。跳倒了，跳倒，先跳倒。啊，我知道跳到哪比较好了，我看到一个好的位置。不行，过不来，还是跳到第2个吧。
哦哦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啊，我觉得下面跳可能会好一点啊，已经死了26次了，这个24的 flag 成功就输掉了。我说老想跳到那么远的地方呢，再来再来啊，轻轻的啊，稳稳的，我真的跳不准，我眼神太差了。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每次最伤的就是这种地方啊，老是跳不准。哎呦，这儿这儿简单，这个贼今儿简单，嗨吵，哎，别上别上，稳住，贼今儿简单，我来了，我过来了，拜拜了您嘞，嗨，啊，我都不想承认我自己活在这个世上了，哎。没事没事，只有存档啊，这个点只要东西捡完了跳是很简单的。唉，那些黑我装手残的人啊，今天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打你们脸。这样然后呢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哎呀，我去，我都说我最讨厌这种地方了，非得让我在这个地方重来，烦不烦啊，烦不烦，我这关死了36条命，我已经爆炸了，我真的已经爆，我爆炸了呀，嘿、hey, 慌了啊，时间差，我第一次啊，我一次就跳，我觉得怎么了，现在好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激活，哦，激活个存档点，好、哦、激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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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次连电死的位置都一样是吧，哎呀我操，只要慢一点就电死了，好，我为什么要来玩，我为什么要来玩第七关呀、啊、老老实实录到六关结束就好了，第七关竟是这些，就是这些我不太擅长的，哎呀，第七关竟是我不擅长的定点跳跃，我觉得我还是以后老老实实回去玩我的益智类游戏吧，真的，什么探个案了、解个谜什么的啊，那个我倒是是我的长项，这类游戏我玩起，哎呦我的天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坚持把第七关给过了啊，是吧？啊，不要每次就差着最后一个点。好吧，也不是每次了，比如这次就没有差到最后一个点。人生苦短，真爱难寻，我为什么要玩上你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真爱，再死10000次我也过不去，说不出为什么我就是这么惨。不行了，唱歌更没状态了。为什么这个点二人跳老是跳不起来呢？我真的还想再死500次。怪了，怎么我怎么了，爆炸了吗，现在59次了，
好的啊，再来一次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啊，虽然说手残，但是我有个约，我有个优点，我毅力好啊，我毅力好啊，我有着非常强大的毅力啊。哦呦，这个地方他我知道了，他只要你起跳速度慢一点，然后二连跳就跳不起来了，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判定，所以说一定要快。嗯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唉，我开场干嘛要说二十次？我就应该说个二百次，是不是？这一关，你说我这一关能死二百次，我觉得也完全是可以的。如果过了这个点，还有类似于这种跳的地方的话，我今天晚上不用干别的。又慢一步，哎呀，一儿呀，日子没法过，日子没法过了。我觉得这个第七关都可以单独的发一集了，真的，第七关打了多久？我的心态已经炸裂。啊、哦！就嘣，已经爆了。果然啊，慢一点就跳不起来了，神了。啊，这样，我现在总结一下啊，第一跳不动，第二跳动，这样好控制，是吧？手残也要总结出去，但那个点不行。手残要给自己总结出一些套路来，这样玩起来。754，76，奔100次来吧，大哥你玩我吧。我幸亏把那个存档点开了，不然我得跳多少次屎。每次都在这儿，每次在这儿我第二下都跳不起来。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好，我都踩上去了，结果没跳起来。你知道吗？作为一个守财。我在游戏中享受到的快乐，你们想象不到，真的，因为你们不可能一关几百次都过不去，但是我可以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这样？是不是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要到哪里去？我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？我为什么要录视频？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解说？是不是？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？这个地球为什么要存在？哇，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明白。可是，你还是过不去。啊，一拖七啊，再来。我还想说，今天玩一点，下次再玩一点，不想再有下一次。这啥呀？哇，呵呵啊，跟我玩套路啊！这个地方应该可以，对，可以跳。我知道怎么办，简单，第一个套路，哇，就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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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一顿跑跑进来啊，然后等一下，在这个位置，哎，跑一下，哎，脚滑了，好。再来，再来啊！嘿嘿，哎，好久没有找隐藏了，居然找到个隐藏，然后这边直接跳，我操！生无可恋了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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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好，抓紧时间啊，快！啊！这关玩的我没脾气啊！真的，
好，过来了。哎，哎呦我操！这个邪庙老师已经手已经有点木了。哎呀，我都出汗了，我操！摸摸头上的这些头油 ，shit！ 合着只有第一个点没难度，直接跑过去，怎么时间都来得及？好，走过来，我的手柄怎么开始持续震动？我跟你讲，这种地方就别慌，怎么了？哎，这好像也碰不到啊！哎，这就碰不到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站在这儿，这样这个点就好找了。嗨，过来，然后冲过来。我他妈是闲的了吧？啊，我已经不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了，就是什么我是谁，我在哪儿，我都要到哪里去，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浮云啊，浮云。浮云啊，金钱如粪土啊，富贵如浮云，都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浮云，真的都是浮云。我已经看破红尘啊，算了吧，我再说看破红尘，老婆弄死我。老婆弄死我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只能当个死和尚了，还是算了，再说当和尚不能吃肉啊，还是不看破吧。来来来，冲过来啊，走着，等下一个上来是吧，最稳妥的方式就是这样走。好，哎呦我的妈，过来，我的妈呀，我过了你。好，那么咱们这一次这个99次怎么样，并没有，我看看啊，我这个视频一共录了是40来分钟啊，然后第七关一关，我的天，10分钟是600秒，我的天，快20分钟。好，那咱们本期的这个小三角啊，大英雄呢，就给大家玩到这里。这个游戏说实话啊，非常的好玩啊，大家有兴趣比昨天的游戏强多了啊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买一个来玩一下啊，也不贵。好了，那么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